我们从广州陕西菏泽，大喵已经第5天没有见爸爸妈妈了，来个突击。傻傻的，人家宝宝见妈妈第一面不都哭吗？你乐啥？姥姥这两天揍你了吗？咋？这是？这么激动啊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！呀！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，说不出来是吧？对。妈妈。心疼点，你看你嫩的。不至于，大明。不至于。哎呀！不至于。他不至于。不能笑了，原先那古代不都是气死那个金乌猪，笑死牛皋，那牛皋都是笑死嘞。真的，不能笑了吧？不能笑了啊！大明太有意思了，我以为他犯蠢，能把个沙发坐坐的，他这样。意思叫他来坐这儿。娘，你见爸爸不激动啊？哎呀！一看见我又开始了。哎，别激动。妈妈。哎！爸爸！哎呦！我的小小儿呀！晚上跟谁睡？翻牌子吧。妈妈。就跟妈妈睡啊。